来，非常吉普力感。好，放着就可，我来拍一下。好，我放到你桌上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，我喜欢自动的，自助。これはホビさん丁寧に作っている料理です。トルコスタイルの料理です。ちょっとイタリアっぽいですけど、すごく美味しそうです。这是我女婿下班了。哦，你好。我们上面还有一间店，还有一间店，燕子口，在燕子口。哦。啊，妹妹他们在楼上。好。那这个是他的意大利料理，对，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意大利料理跟有一点点。这个是手工豆腐。手工豆腐。然后特调的酱。手工豆腐。对。面皮吗？手工豆腐。它是豆腐。对，等一下你吃了就知道。哦，然后再来，这个是我们鱼菜共生的菜，蔬菜。哇，所以是现采就对了。对，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主厨的特调浓汤，啊，每次都会不一样。哇哦。对。那最后就是豆腐。对。豆腐跟这个是一样的豆腐。哪里？这个是什么？那是饼。哦，不是豆腐做的。不是不是。我刚刚以为这个是豆腐做的。那是面饼，对。Hello, this is Chamarincha. 我现在跟 Hobi 上，就是他在日本有读念过书一年，然后这是他的餐厅，然后他是太鲁阁族创文创的先驱，也算是对不对？算先驱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在吃他的料理，然后顺便跟 Hobi 上就是一起聊聊天这样子。那所以未来如果。就是后面我你有就是餐厅有什么想法吗？餐厅目前先这样做，因为我后面要继续做的就是我的文创空间要整理，然后会有我自己的艺术作品跟文创产品，就是以自己的为主，然后我的几个觉得很 OK 的 partner 他们为主。为辅就是辅助，其实除了看得到我的以外，也可以看到我的其他朋友的作品。所以你们就是一个团体就对了。其实不算，不算是我邀请他们。哦，蛮好吃的。所以很清淡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每个人一点都不油腻耶。对，每个人都跟我们说，我不吃那个，我不吃那个。然后我说，那你就吃吃看吧。结果就是每一次送盘子，他们都气跑。因为感觉不知道我自己啊，就觉得好像原住民的食物，我没有特别分啊，但是就是说食物上来说，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比较重口味一点，对，就是不太能接受，因为它太原味，就是像盐巴可能会加很多，像咸猪肉不算是原住民的，山猪肉算是。其实应该说是，其实都是用了一般就是市面上买的肉啦。哦，那只是说加了盐，那调理的方式就是料理的方式就是简单的，就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是直接用烤的。可是那因为烤其实起火，其实现在算是不方便也不环保，所以大家就是用煎的。哦，对，因为烤会有对空气造成污染，因为你还要消耗木材，对。然后所以最后就用煎的，那餐厅好一点就是用烤箱，那最后的处理就是用自火，就是自火就是自烧料理，有没有听过自烧料理？是不是有个哦？然后你把东西放进去，它是用那个点火器，就是那个什么枪，就是会喷火那个，直火那种，直火直接，它直接在上面，在稍微让它有一点，肉碰到火，它有一点焦香。那所以 Hobi 的就是特色就是你有把一些太鲁阁族的味道放在目前并没有很明显，我只是会使用到太鲁阁族的那个香料这样而已。太鲁阁族的香料是马告、刺葱，对，刺葱是一种葱吗？没有，它是一种植物，对，然后它是叶子。它的叶子跟籽，然后有的人是用生的去料理，那也有人是晒干之后去做料理。所以
所以它算是香料组。对，它是香料。是什么？是会是什么样的味道？曾经米其林主厨有用到这个材料，然后他们也参加过世界级的竞赛，然后原住民的厨师还拿过奖。哦，原住民厨师。对，太魯閣族吗？是学生代表。太魯閣族。我不是阿美族，阿美族对，然后使用的那个菜，对，那个、他就是用原住民的新香料，哇，拿到世界很高的评价。那我有机缘闻到你们的，就是闻到我们的太魯閣族的香料，我有啊，你吃饱再翻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没办法，就是转，因为自己是太魯閣族呢，可是因为从小都在你知道别的环境长大，所以就是。很希望能够就是回来看看太魯閣族的真正的，有点像那种归乡情怀，所以归族情怀。那个蜂蜜不要加太多，蜂蜜不要加太多。然后就是你回来是要开工作室吗？还是开工作室？对，我打算要就是做创业。哦，对，什么样的创业？其实我现在就是我们自己的。我们自己的创作作品，然后呢，我们是使用了就是太魯閣族的主灵石岩当 logo 这个菱形，然后夹杂一点点欧式的就是风味，就是我在国外学到的设计这样，对。然后我们的品牌是比较偏向是说，要发表就是不要在乎大家的想法，做自己。我觉得还蛮太魯閣族的，就是很自己。对，我们有我们的那叫什么？也不算做自己了，应该是说与维持住自己的原则，然后在这样的社会之下成长这种感觉。太魯閣族的，我觉得协议里是有这种坚贞不屈的维持住自己的想法，就是这种，对，这种。哲学吧，哲理。所以你的公司会是什么样的性质？应该是偏向设计，然后比较走向国际的。对，然后自己有在从事设计，所以希望能够把一些太魯閣族的元素就是融合进来的，放在服装里面。对，那你应该很有名安德烈，你应该听过。安德烈，你说那个。没有，我是台湾的安德烈，是什么？很有名的一个服装设计师。太魯閣族吗？好，是台湾族吧。太魯閣族好像奇怪，我们明明就是织布长大的民族，可是没有，好像还没有这么相关的，就是。等一下，有点，总之，对，这里是 Hobi 的，咖啡厅，这间咖啡厅叫做閣口咖啡，太魯閣口咖啡厅。然后我与 Hobi 桑在一起，很感动，就是很荣幸能够见到老板本人，然后跟他可爱的环境。